哈，我是星期天，您现在收看的是故事台北第六话之迪化大邦小传。说到台湾的经济高飞，竹科新贵的魅力到今天还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批大批的毕业生投奔而去。但是你知道吗，在1960跟70年代带领台湾脱离小穷神，迎接战后第一波经济起飞的其实是纺织业跟食品加工业呢。而说巧不巧，这些产业的发源地竟然刚好都落在迪化街啊。哎，原来迪化街这么狂哦，我还以为只有年货大街呢。大道城里面的这个迪化街，除了是我们熟悉的年货大街以外，其实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一直是每一次台湾小 baby 快乐成长的见证人呐。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去19世纪，当时有很多外国人跑来台湾。有一天，一位英国商人突发奇想，从福建安溪带了一把茶叶苗子，想说种来喝喝看，结果没想到一炮而红啊。从此大道城就成了茶叶加工和转运的大本营，整个台湾的经济重心也因为这样从台南移到了台北。南北货、中药材、食品、布匹等等产业抱着有钱大家赚的想法，纷纷搭上了这班顺风车，跑来大道城餐一咖。虽然茶叶的热潮后来就退烧了，但其他产业还是在大道城种下希望的种子啊。像那些卖南北货跟中药材的老板，到现在都还是年货大街的当红炸子鸡。而当初在大道城摆过摊子的一些食品小贩，甚至种下的捷克的魔豆，摇身一变成为台湾食品界的翘楚啊！哎呀，说出来怕你吓到，像光泉、台凤、联华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哟。而那些卖布的老板们，更发展出庞大的布匹批发中心，也就是远近驰名的永乐市场啦。除了变成一个随身碟的 Lucy 有来过以外，这里到今天都还是织女们的天堂呐。想要什么布，这里应有尽有，试货的人肯定是，哎，台湾有夯过这个吗？衣服不都 made in China？ 这你就不懂啦。70年代，台湾的纺织业可说是一枝独秀，拼命的捞了好多外汇啊。这些成绩几乎都是大道城地区的布商们创造出来的呀。目前台湾上市的纺织公司10家，有9家都是从大道城起家的。哎呀，说出来把你吓到。今天叱咤商场的台南帮跟星光集团，也都是在迪化街靠着纺织纺出一片大好江山的呀。他们是台湾历史最悠久也最有钱的土豪联盟，外人给他们取了一个霸气的称号，就叫做迪化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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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帮是回音。好，迪化帮这么有钱的话，我怎么听都没听过啊？因为他们都很低调啊，不仅口袋的 money money 深不见底，还手握大批土地跟纺织原料呢。在70年代，就是他们把海量的资金灌注到股票市场，几乎要变成台湾的地下华尔街啊。哇哦，那这个迪化帮在哪里才买得到呢？这就要从大道城的布行开始说起了。日治时期，台湾本地的商人有了布匹的贸易经验，像前面提到的台南帮和星光集团的创办人，都是日治时期就在大道城打拼过的人哦。到了二战以后，许多中国商人跟着中华民国政府咚咚咚来到台湾，上海帮、山东帮等等的中国商帮相继在迪化街正好正满，再加上从其他县市跑来大道城淘金的商人，这些势力保持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微妙关系，一起把迪化帮的大旗子举起来了。在纺织业逆轰高飞的70年代，这些商人从布庄开始，一步一步似凿牙，从织布染布开始努力，在朝着上游的加工资产业迈进。源远古民口中的加工资五虎，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感觉好热闹啊，那现在还在吗？现在当然是没落啦，因为政府后来政策重心转向了高科技电子产业，资金与人才就像变了心的女朋友一样一头热的奔走啦。同时也因为大家的薪水数字变漂亮了，劳力密集的纺织业只好纷纷跑到中国跟东南亚了。不过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还是有许多在迪化街起家的企业，十几年来默默转型升级，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屹立不摇的龙头企业，努力让 Made in Taiwan 成为品质保证的台湾 Number One。当然啦，除了有这些红顶商人带领台湾越飞越高以外，我们也不可以忽略广大的劳工朋友们，是他们日以继夜在工厂里打拼，才造就了我们现在舒适的生活啊。
这集的故事台北 Goes to Taipei Study of Taipei 就在这里，先为各位画下一个带有经济转型小美学的小逗点。各位观众，我们下回见，拜拜。看完了迪化邦的故事，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么多经典品牌都是 come from 大道城的呢。但是你知道陪伴大家长大的光泉曾经在迪化街卖过红豆汤吗？哎，我想你一定听都没听过吧。哎呀，说出来怕你吓到。接下来就带你们尝尝红豆汤蹦出光泉的美好滋味。1920年代，大道城的台北霞海城隍庙是人们生活圈的中心，来拜拜的人很多，庙宇附近自然就变成热闹的市集了。当时光泉的始祖汪水泉先生就在庙前摆起了小摊子，卖卖红豆汤还有瓶装牛乳。哎，红豆汤加上牛奶，突然就摇身一变成为红豆牛奶了，创意无限，美味好喝，你也喜欢，我也喜欢，大家都喜欢。由于卖的实在太好了，赚了点钱的汪水泉就在附近开了一间糕饼店，以马路钱起家啦。勤奋的汪老先生还有三个聪明儿子，他们想了想，鲜奶好喝又营养，卖这个一定有赚头。但是市面上加工奶这么多，该怎么办才好呢？哎哦，经过了0.01秒的苦思，终于想出办法了。那我们就自己来养牛吧。三兄弟立马准备了一笔创业基金，买了三头乳牛，开了一个小小的开心牧场。光泉牛乳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但是养牛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三兄弟四处求取养牛秘籍，想要第一次养牛就上手。在努力按照秘籍悉心照料下，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10头、50头、100头，光泉牧场的扭牛们激烈增加呀。后来他们看准商机，引进杀菌机、国外包装等技术，逐渐跨越浊水溪和高平溪，制霸了台湾牛乳界。到今天，光泉俨然就成为了鲜奶的代名词。今年2016年，光泉要迈向60周年啦！为了感谢一路上大家的支持与爱护，光泉推出了光泉60周年庆抽现金60万活动。只要在活动期间购买2件光泉系列商品，就可以凭发票上网参加现金3重抽，最高奖金是60万啊！想要喝得健康又中大奖吗？快来参加活动吧！一起发现更多的台北故事，故事台北，我们下回见。